7月5日，电影《捉妖记》全球首映发布会在北京举行。当天，白百合、井柏然、姜武、闫妮等出席了发布会。《捉妖记》由好莱坞动画片《怪物史瑞克之父》许成义制作完成，是一部投资巨大的真人动画影片，从题材和效果上来说都开创了国产电影先河。一个电影，因为我们跟许导演追求的是一个东方，我们中国电影还没做过的一个电影，一个类型电影，人跟动画配合的一个电影，要超级好的特技才能完成这个东西，这个任务。但是我们2004年还是最确定，还是投他一把，就赌他一把了。此次白百合在《捉妖记》中饰演了一个成功的捉妖天师，斗阵巨妖，替男人接生，在奇幻世界里没什么不可以。而井柏然拥有强大的家族基因，命中注定就是一个捉妖高手。诞下儿子胡巴之后，更是拥有了宇宙第一捉妖战斗力。不过别看生完胡巴后的井柏然战斗力极强，可在怀孕期间警报也是相当不易。就是作为胡巴的生母，每每想到生他那个过程还是有点小激动的。有点小激动。对，你没当过母亲你不知道。然后之后呢，确实是因为生了一个好的儿子，然后之后跟着我的男人一路去打怪兽。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法宝，是因为我们家族的基因实在是太强，没有办法，从我爷爷辈儿开始，遗传到我这儿，就是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酷六娱乐北京报道。